事实上，台北市的封城远比想象的困难，因为我们不是自己在做自嗨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牵涉到整个中央部委，所以我们大概预计下个礼拜会正式坐上演习。其他的县市好像已经有开始在拟定一些封城的规划，那台北市这边现在的计划是怎么样？这个很多县市都在做这个封城演习啊。我以前讲过哈，一般演习我们一个是先书面作业，那再才是实际的坐上演习，那最后才是实兵演练，这样哈。那到实兵演练，坦白讲，这个比较成本就比较高，那大规模要调动的。事实上，台北市的封城远比想象的困难，因为我们不是自己在做自嗨的，你知道吗？行政院跟立法院关起来要怎么做？坦白讲，这个还要我们台北市政府要跟中央协调。所以，事实上从大概两个礼拜前，我们就陆陆续续我们的消防局跟我们消防署的国土办都一直在研商。那这样，台北市的封城不是你想象说要封就封了，这牵涉到整个中央部委，所以我们大概预计下个礼拜会正式坐上演习。但是我们前置作业一直在做，实兵演练，你知道哈，这成本太高了哈。那事实上在这之前，你知道哈，我看有时候恐怕一次还不够，要好几次的这种。我们叫坐上演习，已经开始在安排了。